你看今天的缆车哦，到了指南宫这一段往猫空的上方，就在云雾里面。你看这种感觉，在云雾里面腾云驾雾的感觉，哇！对，好安静，在车厢里面，哎，嘛，很刺激，阿忠。所以哦。建议大家如果要坐猫空的缆车，非假日，天气好跟不好都有不一样的景色，赞。